觉得这五位如果组一个团，然后摆在这个Jonen最新开的 YouTube 的官方频道上面的话，应该胜算也很大，对不对？对啊，他们如果就是可以以这五个造型，然后来顺序拍，我觉得还会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大艺术家的音乐录影带一出来，不管是舞步也好啦，或者是Jonen这一次的唱法也好，都引起了话题性。当然，透过这一次我们超精准的模仿大赛，也可以找得到很多全台湾的大艺术家出来。对，希望可以看到很多很有创意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个超精准的模仿大赛。我们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参加，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这个跃跃欲试，想要试试看。就到我的 YouTube 的网站上面，我的官方的连接，这是正式已经开始了的，对不对？对，已经开始，然后你就直接在这个频道 Official Channel 上面就可以 post 你的影片，对。直接从这边按进去的话，最后在这个大艺术家的音乐录影带的最后呢，就会看到这一个画面。然后只要所有的 user 只要一按下去，就可以参加这次Jonen蔡依林大艺术家的超精准模仿大赛。是，没错。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你觉得说希望要看到什么样的？譬如说造型上面要比你更劲爆啦，或者是你自己做造型也可以，但是我其实还蛮期待看到，比如说他们有不同的拍摄或是搞笑的手法，对，因为认真版本我自己本身就很认真，够认真，对，但是我想要看到一些有创意的，有点点酷手感觉，对不对？所以也要欢迎所有的大艺术家们来尽情来挑战。那到最后呢，我们华纳音乐还特别准备了。这一次我们刚刚讲到说总奖金高达88万元，那我们特别也准备了这一面。九哥，我跟你讲，这真的很重，这跟我们的奖金一样重。来，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放手。你看，我大概只能举到这边。哇塞！好，对，我们等一下可以拍照的时候，我们这是金币，这个是金币哦，这就代表说，哇，九哥你试试看，欧吗？可以。来，帮你拿麦克风。那我们也这个。九分要拿起我们的这个摆在地上这个扶起来一下，哦，这种话真的很够力。这当然就是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超精准的模仿大赛。我们先请九分从右边开始看好了，我们从右边这边，不要忘记我们把这个金币也可以跟着带过去，对，然后最右边哦，好，我们先从最右边。那再一次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已经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网络的影音频道，也就是 YouTube 上面正式的开启，就是九分蔡依林的官方专属频道。那也欢迎所有的参赛者想要来试试看这个大艺术家，看看自己的舞步也好，歌唱也好，都可以透过这个Jonen还有他的 Google Plus 上面进行报名。Jonen，我们再看一下，先从右边这边，右边这边，好，我们来下面这里，来下面这边 ，OK， 好。对啊，很像是芭比娃娃的感觉，然后衣服做的蛮像的，然后听说他们非常的不受控，所以在学舞蹈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难度这样子，但是看到他们那个天真无邪的样子，就会觉得就是什么烦恼都会忘记的感觉，就会忘记他们今天要来干嘛。有没有觉得他们很可爱？有没有逼姐姐儿子学一下？有想要看听他，比如说看他的，因为其实他只要是听到快歌，他都会摇摆这样。如果有这个奇迹的话，希望他可以唱这首歌。刚看到影片啊，小夏跟阿雄就觉得很搞笑。对啊，因为他们两个本身就是充满了喜感的细胞，所以就是我自己也是今天第一次看到他们拍摄的产品，然后果然效果是。有没有注意到好几个是混血儿？有没有想说赶快自己来制造一个？混血跟其他小朋友都一样，很蛮可爱的。那生小孩这个事情就随缘。对。九令，那问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很夯那个，你有没有吃过 Step 黄湘怡他们家的蛋糕包？有啊，有吃过。因为他们家最近新闻传出说他们会冷冻过超过10天以上再拿出来卖。那不好意思，下一题好不好？谢谢，下一题。下一题。就你自己也会做蛋糕啊？对，就是你会这样蛋糕，把蛋糕这样处理。不好意思哈，我们下一题，不好意思。那首先要不要讲一下这个比赛啊？就是参赛的年龄，就是不管多少都可以。对，只要你有这个兴趣，其实都可以投稿，因为这个我们是不分年龄限制跟也
也希望大家可以不管是枯手版啊，还是你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剧情版，都希望可以看到，因为我知道很多网友都非常的有创意，所以而且这次奖金也很高的，所以我也是比较是期待看到怎么样的模仿。我希望可以看到很特别的拍摄手法，跟就是真的很认真，但是它其实有一点点喜感在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像服装呢，搞笑扮丑这个部分，这我也不排斥啦。我觉得只要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掌握得住那种氛围就可以。刚小朋友的造型都很像你的，对，所以造型上面是不是有加分？当然，如果造型做得很像的话，当然是蛮加分的。那小朋友这个境界已经还蛮高的，所以有提高那个素质。希望之后的参赛者也可以这样的标准来做，因为其实希望大家可以玩出一点特别的东西。十月是不是有新歌演唱会？10月6号，对，10月6号在台南有一个新歌的演唱会，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去到台南唱歌，所以希望到时候可以看到台南的好朋友。好，谢谢。最近下礼拜就要过生日了，这次有没有就是要准备什么主题趴？现在还在构思，但是真正生日那一天刚好在演唱会的晚上，那有没有这个 after party 的主题？现在还在写。好，谢谢，谢谢，谢谢。